舞蹈教练 Winnie Yu 将会举办舞出光明夜慈善晚宴，为致力于眼疾预防同治疗的奥比斯机构筹款。多年来，舞蹈教练 Winnie Yu 如瑞心在华人社区举办过多场慈善捐款舞会，所以被称为慈善舞后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奥比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帮助眼疾病人寻找光明，特别将晚宴命名为舞出光明夜。因為而家咧就好多人好中意跳舞嘅，咁亦都因為 Winnie 係一個慈善嘅跳舞家啦，咁我哋好想就係話用佢嘅專長嚟到作出呢個善舉嘅。Winnie 就話：無論係唔係武林中人，都歡迎參加舞出光明夜嘅活動。咁如果跳嘅舞咧，通常係比較簡單啲嘅，咁我哋會有老師咧會帶你哋一齊跳啦，咁希望你哋咧就有得玩啦，又有得娛樂啦，同埋可以做呢、這個。善舉啦！籌款晚宴將會在7月26日舉行。